看到在那边果树了吗？没有。啊。这片。全是嫁接的。这有多少棵啊？一个、两个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小的十三个。这一片我小的十三个。还有两个大的。嗯。全是嫁接的，你看。高俊明穿个大塌拉板呢。夹你手啊，那玩意儿不能随便玩。我看。好夹的。你要下山呐？你还敢玩这个？你看那小树。呀。你看。我后天就出车了啊。夹你手。别夹你手。这玩意儿。不着。夹着你就晚了。这玩意儿小。那夹手指头老疼了。这都咱爷做的夹子，做的这做的啊，做的咱爷搁铁丝啥呗。姐，你知道这个点儿，这木棍上有个小铁环，你知道拴啥的吗？拴好吃的的，缠耗子的。拴毛个儿的，就缠鸟的。这比买的做的还好呢。它撇去炸飞了它。你看，多精致小夹子。咱爷就愿意做这东西。这小小小卡扣太精致了。爷家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假野猫的，可大了，然后用铁片做的，那都老多年不用了。哎，快来吧。有吗？有、哦、红啊，这草莓地咋搁那儿去了呢？以前就搁那儿的，去年就搁那儿，头些年都搁那头，头些年在那边东边啊。哎呀，这个是还行啊，敢吃吗？这玩意儿给它抠出去，摘花盆里行不行？四季的行，这玩意儿不太行。咱家它不接呀？不是，它接，但是接的不勤。接就是那一季。这个好像就是四季的。不是吧？这下完雨了，都冲干净了。嗯。吃吧，没事。没事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。还行。还行，看我的草莓吧，下面味儿大，下面老叶味儿老大了，上面新出的味儿小，我也闻着味儿，我也是，可喜欢闻着味儿了，尤其用它炸鱼酱，哎呀，这个不用炸鱼酱，给，炸大酱就行，啊，搁大酱也行，对，我记得以前一来一记得都是吃的，嗯，一大块土豆，一大块白菜，一大块。你说为啥现在吃的少了？俺们都长大了，园子他种那么些吃的，没人来吃了。原来俺们都快长着园子里了。以前那个老房子时候多，里我操！有一年我在这嘎达，给你大爷开车拉那个炉灰，嗯，那时候就是里边那李子树都留的那个种子，李子种子。让我吃了，后来你奶说呀，你告诉我你别吃了，你爹留着。嗯，这都黏的吧，都是。不能吧？能这么多黏苞米吗？得有笨的。应该是有笨的。应该。你看咱家哪块都是果树，这边还有呢。嗯。到处那边还有，俺这边不少呢。你看。什么鱼都。老头鱼，牛根儿，老头儿，嗯，葫芦片子，嗯，泥鳅，泥鳅，嗯，不少，几数量不少，大的都剁上了，大昨天晚上就剁上，大的几瓜子啥的呗，就这么几这么大，有这么大的几瓜子，啊，这得有这么大一盆一小盆吧，都挑出来剁，啊，做完了还那一小盆，熬汤啊，嗯，没有，昨天有姜焖的，好吃，